伊宁涛的这盘比赛。那么，伊宁涛是在昨天的预选赛当中赢了另一位00后的非常厉害的棋手王星浩，进入的这个本赛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，可解九段。伊林涛，虽然坐得很近，但是得再往上下。这个也是有点意思哈。对，为了这个比赛的公平公正性，保持隔离。这也是李维清。李维清对的是陶欣然。这个是不是如果想看一下这个对手的表情，还得歪着头看？19段，还看吗？不如坐我对面方便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，棋手当中，有一些棋手啊，我觉得他在下棋的时候，对，表情很丰富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他这个形势的好坏可能都写在脸上。那也有可能是故意骗你的。哎，这种更多。也有啊，是。你看他很痛苦，其实他是在为你难受。是的。你怎么这么臭？怎么还不认输？我赢的有点多，我好像还不结束。王浩洋。这次也是。预选赛出现了是吧？对，好，好，我们看这盘棋是柯洁九段的黑棋。伊林涛是山东队的，下棋我记得出了名的快，是，棋感好，下棋特别快。柯洁下棋也不慢哈。好像没伊林涛那么快吧。但是这盘棋好像从一开始的用时上来说，还是要伊林涛要多用一些。可能毕竟对手是柯洁，对，一见高家。跳棋，飞，然后加这么远。以前定式我们学的定式是加这儿的，对对。吧？加这儿嘛，可能就直接就乱战了。就得战斗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战斗好像跟上一盘棋一样，都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。这个家，之前是不是也比较少见？对，然后黑棋是选择了很妖娆的这一飞。飞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啊，就是你如果同样都要压出来的话，我比跳棋形要更生动，跳被你刺一下，刺完再压出来，黑的显得有点重。飞的话，就是等于离白棋这边的后势是远了一本些。身弹性会好一点，不然刺成一根棍子，稍微有点呆。那么白棋实战没有选择压出来正面的作战。毕竟压出来有点损，压四路，不肯哈。时控还是有点亏。这个确实要做一下这个下定这个决心才能下的啊。实战白棋是先靠要拿捏一下黑棋这个地方的形状。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啊？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种感觉吧。但这个地方就走出一个我觉得，反正我是没有见过的一个变化啊，也是我们各位棋友应该是喜闻乐见的啊，这样一个非常新型的一个变化。黑的搬这个应该必然的，应该只能搬，走别的好像都被便宜了。如果黑棋退的话，白棋马上就连回这也了。太舒服了，如果顶的话，我就白退就棋，行。对，这样黑棋其实都不敢挡下去吧？这有先手，这个地方这个段它永远都存在呀。存不存在我搬你？你也不能再搬下来了吧？你搬我就断，就其实挡不挡一下关系都不大。就反正白棋就联络了，黑的局不想分段白棋，只有这个搬，走别的好像都不太行。只有这个搬其实是最强硬的反击，走别的好像白的都能连上。那白棋接下来肯定也是要反击的，黑棋打吃，粘上，冲过来，这个是必然的，然后白棋断。这圈好像全部都是必然的，想到这儿，就我不知道在靠的时候是不是伊林涛就想好了这样，之后是
之后这漆黑的倒是有选择。嗯，哎，但是我看，之前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用石，就觉得，既然白漆这个地方用石比黑漆多，是不是也说明白漆这个漆不一定是他之前做过研究的呢？你在网上看的用石？哦，对。网上用石准吗？网上用石是准的呀，因为他们是在网上下的。是吗？是的。这棋谱不是传过来的？他们是在网上下的。但他直播室是传的呀。哦，对，但是他那我放棋谱放慢点不就是时间不一样？因为我当时看到有一个信息是伊林涛迟到了多少分钟，然后被扣了多少时间。然后那他是用时快。不是，但是这个上面，但这个上面，不，扣的时间很短，可能就两分钟，加起来。但是他后面有报了一下时长，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也不见得是他是，那就心血来潮。有可能，我觉得多半是他之前摆过，但也不一定完全就是把这里面的变化都了如指掌。不知道，这个可能只有本人知道，因为确实好像没见过这变化。对，现在黑棋倒是有选择吧，黑的简明点打得长，但这个图不知道那谁好。这简明的下，但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不满意？我觉得摆棋很舒服哎。摆在先手，吃的就很开心。对。关键以后这还有一跑。跑是。那干脆这样吧。哎呦。那这边又有先手。是好像黑的这地方味道也不干净。不厚。对。所以实战黑棋选择了取角的一个变化。他这棋往这儿虎。这个是转到角上实地的一种选择。这个是对的。黑棋补的话，白棋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这个我打死你，必须得补，得补，你得粘上。那接下来黑棋就有选择了。哎，黑棋空场。这个棋呢，很多棋可能那我这冲出来，我不是转换吗？那我就把你全吃了。那这个下法呢，多打几下其实是有点俗。打完这个之后，棋筋就被吃了。这样棋筋被吃了。他实战空场是这样的，黑棋这个从这冲过去，但这个两个子还不肯给啊。这两个子并没有死。所以实战长白棋粘上。黑棋冲过来。冲过来。对，实战下成这个转换，黑的从脚上把脚上实地拿了走过来。白棋呢这个穿断。是下成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棋这地方当然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被白棋打穿了，但是棋筋依然是保住了。保住了，不能给。这一人损一个。转换不知道怎么样。看上去也是比较乱的一个局面。这我估计他这个胜率的差距应该不会很大。因为感觉双方都有所得。搞不清，就是感觉搞不清差不多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时候该黑棋了，黑棋也是选择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下法，拆二，直接拆二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黑棋还是有一点薄的，他没有先去补，他觉得他如果补一手，这地方被白棋给占了，白棋拆二或拆三，但这边我是不是还能失去了攻击的目标？这块不是很好攻啊，这块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对跑，这个。你也没有办法有再狠的下法，不是很好攻，所以说他实战还是想先去摊一手，先把这个根据地就给你这个先占了，比较积极吧这下法，实战伊林涛也是也很积极，对，这个又声东击西的感觉，因为这个地方对，黑棋还是有一些的有借用 对弱点的，对，瞄着这个中央，其实可以看到白棋这个周围都是有先手的，但柯洁好像不怕，对，好像不怕，还要从这边搬出来哦。这个棋其实如果单补的话，这个白棋也是吃不掉白黑棋这个子的吧？你这想法倒是可以啊，就直接补回来也不怕搬是吧？搬就长嘛。可能好像不太好，那我还是要搬，我总不肯搬这个吧，这不太肯吧。自己搬这个也没看清长，然后粘上脚里跨断搞一搞，整个还是很复杂的。不知道怎么样。
但是因为由于我这个水平，对吧？我要硬在这儿，我这真的是看不清楚，感觉这个地方随时白棋都有先手啊。这个我觉得他实际上敢搬这个一定要是经过大量时间计算的。对，这个不能说这个头一热搬上去，等被别人一断，这个棋已经是收不住了。这就是他计算清楚，觉得可战。这个还是，这里面比较复杂的。但是要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不敢这么去想。我觉得这个太需要这个计算力。对，计算力了，这个太难了。这个头绪比较多了，就这棋形，这得算。白棋打，黑棋立。白棋打。白棋是打完了再挡这个。这样的操作。黑的是不能跑了已经。是吧？拐这个啊，不能拐了，这两个子已经被吃了。如果拐的话，我粘先手，顶住这个地方打两下就夹死了。我最简单的打完一夹，这上面两个就被吃了，那这个跑出来没有意义，对吧？这样肯定不行，是棋筋被吃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像这样，那两个被吃了就不能跑了呀。黑棋这个时候是虎了一个，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本身打一个不是白棋的权利吗？白棋为什么一直不打掉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黑棋不会来虎，但是黑棋却这一步就虎上去了。这步棋我觉得从心理上让白棋有点不舒服，是不是？打掉他。是不跟这搬粘什么还有点关系之类，他觉得打掉有亏的地方呀。他就没肯打这一下，就是。对呀、对，也难说。其实我倒觉得虎刀就一定便宜吗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我是白棋的话，我这吃了我还不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我打。我就粘上。哎，我提还是粘上？打不粘便宜。你先挖嘛，挖我吃，你要兜我一包。你这开心吗？还可以啊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滚个包，我觉得这我粘上，我粘上还是提啊？这局部不也没活吗？我倒也不知道接下来黑的走。我是不是提一个算了？提吧，也有可能。但提我。我是不是也会下？那你是后手。那我这扎丁一下，你做活，这白的不对吧？啊？这样被封住，不便宜吗？这滚个包，感觉有点亏啊。哦。他不肯被滚包吧？这棋。是呀。这棋被滚一圈。我以为已经很舒服了呢。不是，因为这俩不已经死了吗？这个棋，你这挡住，我觉得挡住肯定是有一手棋价值的。那。我觉得心情上我挡住我目数很大呀，挡住将来我打你不见得敢粘的。那我觉得虎一下，我不如我先打掉再怎么走。不一定啊，就说这期虎到我将来打，如果你不敢粘的话，你这下不见得便宜啊目数。那你已经是后手了，你打的话。那后手你不要提了，不也看这边情况，我感觉他是觉得打是有点卖味道，他觉得这里边将来可能有点什么东西。我是觉得被黑棋唬一下，心情上有点不太也有道理，容易接受。他觉得能接受，他觉得他可以，因为这毕竟后面有点味道的，确实不是很干净。他是唬了吃，因为这俩还是不能跑嘛。就等于说，实战是这样的。黑的把这个提了。就你那个呢，就是黑棋滚个包走在外面，他这样他活得很厚更结实，但是黑的收获是把这个外面这个子给提起来。像这样怎么样，那搞不清，这是一个一个转换。其实差不太多感觉。黑棋这个转换，就这个局部的转换便宜吗？就从刚才这一步逼过来到定型成这样。其实就等于说是黑棋中间补一个，白棋也拆一个边。
白棋呢明显比拆边活得更厚了，明显便宜了，但是黑棋也比自己补要好得多。嗯，黑棋拔了朵花，这个花的威力我觉得还是实实在在的。嗯，也难说谁便宜吧，双方都变厚了。也就是说这双方都厚了，大家都踏实了。是啊，白棋听君一席话。白棋这个他得拆一手。拆个三。拆三，对对，白棋拆，然后黑棋点角。哦，这样的话，等于这半边的定型就告一段落了。感觉应该是五五开的样子。感觉差不多吧。所以黑棋现在白的可能还行，长的吧。哦，长的，对，长，哎。黑棋对黑棋跳跳，然后白棋是压的，像一个压的丁式。冲断。这也是丁式的一种。对，这个丁式也是两分。但是我一直对于这个丁式，从心情上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棋。是吧？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理由。因为白棋下的可能妙一点。没有任何。下出不妙手，心情比较愉快。是。这个丁式大家确实要注意啊，这个丁式的一定要会这步顶，不会这个顶，可能这顶式就不能下。是的，顶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要点。好，白棋这边走完一个势力之后，现在开拆。应该是差不多。顶式嘛。然后黑棋再点角。对，黑棋点角。这边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子之后，他就不肯再走普通的这个点角顶式了。是。白棋是挡在这边。然后飞。比较强硬。当黑棋顶的时候，它没有挡，这样的话呢，显然又还原成定式了。不，这还原定式这个子就很尴尬了。这如果被搬过来，这个子可能反而就不对了。对，而是选择在这里长。对，选择在这里长。这样的话，他作战他觉得比较有利啊。因为周围多了个兄弟帮忙。这个时候，黑棋居然是这个时候脱先的。黑棋这个时候是挑这个，对，因为这个地方不对，黑棋没顶，这个时候挑了啊，我就说这个脱先的时机好像有点奇怪，这样好一点。我顶你推我脱先怎么了？我立死你。也还没完全死，死是没死啊。是，对。但你也不敢脱先立死我吧？我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是有把握的，还是能争到先手的啊。这地方如果黑棋落后手肯定是不行。他应该就是先手，也是一种适应手，看看你的态度。然后决定这地方有没有别的选择。也是一种适应手，时机我觉得拿捏的还是对的。因为如果这地方再定型，再来这些，有可能有些便宜就走不到了。如果这地方把白棋走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实战这个进程。虽然这个白棋是选择爬的。爬的时候，黑棋这方有一个局部的一个手筋，那他实战顶了一下，先顶了一下。他实战这个手筋是这个跳，这步棋就很麻白棋。首先白棋不能挡、也不见得不能挡。现在挡脾气不好就挡下去了。那这个黑棋这朵花不是正好那就是跟你站嘛，物尽其用吗？所以这个图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现在来。如果你这地方走多了，随着棋局的进行，这地方定完型之后，有可能白棋外面变厚了，变厚之后你这些我是必然会挡下去的。我这地方如果一旦没有后顾之忧，走后之后你这个点我必然会反击。这样就点了跳出来作战，黑的反而可能是会比较苦。所以他现在来呢，实战确实白棋也没敢挡下去，就是觉得这个战斗白棋其实本身来说没有把握。对吧，所以实战白棋选择忍了，所以他这个跳的时机是还是很好的拿捏的，走晚了有可能对方就要反击。所以现在来走实战这个我觉得黑的还是很舒服。这个木数捞的很爽。因为这个棋本身来说，白棋如果抢到这个搬砖是很大的。因为搬砖完这有加。对吧？
这是我家的手段，你如果粘完拐住，这一打你还不见得敢粘，这个、很大，我这还有顶，里边还有收气吃、嗯、这个搬粘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手气，嗯，这搬粘价值可能不比大肠小。夹完两下，这一打里边这收的确实是非常的愉快，所以它这个跳很重要的一手，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手，是，嗯，现在走时机确实很好，嗯，高手这个拿捏的时机确实拿捏的你很难受啊，对，但是有没有觉得白棋实战的印法这松松垮垮的像虎吗？但它确实麻呀，这个时候有三种下法、啊、对，上中下，但感觉中路有点难以接受。中路，但是你反过来想呢，就是这个两边稍微都顾着点、这个、但是他就是可能两边稍微都顾着点，又仿佛都不到位，对，都不到位，就都没有顾到位啊、嗯。我总感觉第一手先把木、哦、把木捞了，因为这个被尝一下，这个木数，嗯，好像区别还挺大的。是的，而且。你走到这儿，其实黑棋会了这个棋，黑棋外面非常轻，以后就尝一下就好了。尝完这个空就变小很多，这个里边大飞一飞。嗯，虎这个就先把下面的木撑住。对，但是上面呢、嗯、确实是要差一点，所以就它就是麻，它实战是选择了，这算是选择一种后卫吧。嗯，都放弃了一定的实地的木数。是的。但好像有点痛。嗯，有点痛。我是觉得有点痛。嗯，这个将来被。处一处，这个实地处的有点心疼啊、嗯。这可能也就是黑棋厉害的地方，嗯、让白棋这个地方麻麻。他首先第一下就挺麻的，你是妥协还是跟我战斗？嗯，你妥协完了之后，你第二下还是麻。嗯，你怎么妥协还是个问题。是的，哎，这没办法，白棋忍了，忍了。嗯、黑棋走完这个之后，再来冲断这边。忍了，确实黑的很舒服啊。嗯。做活冲到完一粒，嗯，这个粒好像也是很有味道。对，至少我们好像都是搬粘的，嗯，第一感是不是都搬粘？嗯，这步棋子、嗯、这步粒的味道，我觉得白棋的下一手就感觉出来了，就是说白棋认同黑棋这个粒的味道。其实，嗯，但反过来说，就有点不太认同白棋的，那感觉有点白亏的感觉。哦，但他俩对上号，因为搬粘是虎嘛，嗯，他俩觉得这是正常分寸，嗯，的。所以实战白棋跳了一个，那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地方少拐一下，明显便宜了。嗯，木数便宜了，有便宜的可能性，也有亏的地方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投什么打不到，但它木数明显便宜了呀。嗯，白的好像完全不在意下面的木数，反正我这也有大飞，嗯、这边就随便了。嗯，两边大飞都给你好了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，都不挡，这些不挡住。嗯，就挡的话，黑棋肯定是要把这个扳活。那这搬活呗，虎吗？嗯，差不多。这不撑住吗？这点我就顶住，我觉得倒也还好啊。以后白的搬粘，这里边你要掏就掏嘛。嗯，反正要我可能会选择挡住。对，这么稳吗？这感觉是两位棋手对上话了，有点稳。哦，那黑的肯定比白粘要好一点。嗯，我觉得比这样拐一下，毕竟木数先亏。嗯，哇，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变化物。越粘越有。棋手还是很有创造力的。要你肯定白粘，想都不用想。哎，不一定哦。白粘三。他都跳在这儿了，我觉得我不一定白粘了。那你不白粘，你挡的话我就会了。你跳我就，那你不搬粘也只有这个了。那这个我你不走被人先手搬粘，你不能不走啊。哦，对，你说的也对，但是我这个我至少我得花很多时间去想。嗯，想完之后，想完之后肯定算。对，还是需要勇气在正式比赛当中。想的越多越不敢。哦，这个很拼这手。是，这个如果说白棋退让的话，我就怎么退让？吼一个，吼一个。侯一个他，不，侯一个问题是他再搬粘，他已经破坏了你的棋形，已经便宜多了。对嘛？我就是想说这个。啊，是你说的对。对，说的是对的。所以白棋没有办法退让，没有办法退让，只能反击，反击搬一个。嗯，搬。然后黑棋，哎呀，这个感觉又杀起来了。
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。这个肯定是要拼计算了。这个一看，如果说黑棋粘上面的话，白棋拖一拖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我爬一爬。你不已经死了，我拖你干嘛？哦，这个棋好像是差一点。这你怎么？这个哎呀，就差一棋而已嘛。对对对。嗯。确实，这个简单就不行，对，直接收就行了。所以说黑棋一定得团上这口气，这个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黑的只此一手。那么白棋打，黑棋长，白棋再打，打，白棋真子有利，白棋真子有利哦。啊，不是有加，我没算，我就说这个。那黑棋这之前这步棋，要是搬一个多好啊！这断一下，怎么又倒到前面去了？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如果当时是搬粘的，我这不断你一下，你不就吃不掉，加不死我了吗？很有道理啊，很有道理。对吧，你走这儿，那我再走这儿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因为这可能进程就不一样，可能是有点区别吧。你看白棋懂了吧，白棋这手棋我懂了。问题是你没有拐又不拐的坏处。这问题是我挡住你连点都不能点啊，你点我。对吧，是。不知道实战，反正这样之后，黑棋由于没有紧住白棋的气，黑的就只能拐。那这个地方，黑棋不是是爬不到是吧？没招，没招。黑棋死了。黑的搬拐，是死了吧？拐也余了点，要尖。你拐完搬我加出去。那我走这个不行啊，这被你挡死了。啊、我只有这么下。所以他拐应该不如尖吧？那你还是一样有加呀，是有加，但这个子放在尖的位置要好一些，细腻。这个黑棋恐怕气不够吧？为啥呢？为啥黑的气不够呢？这个，你能进杀我？让我好好的算一下，展现我计算力的时候到了。我感觉像个打劫。进杀，我不是脚上不能尝一下气吗？爬一下，还要怎么样？爬一下不顶用啊？那别过分了，你顶用，它就是本该如此吧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这样的话我吃不掉你啊！一眼看过去，这个黑棋。啊，确实啊，这个白棋如果能吃到黑棋的话，黑棋在干什么？就是，肯定是吃不掉。你终于悟到了，对，高手的棋没那么容易吃的。终于悟到了，所以我刚才说这些不好吃，可能也是觉得柯洁他不能这么死啊。小丑这也死了，小丑竟是我自己啊！原来全死了啊！这个不存在啊，这个白棋不可能这么轻松的就吃掉黑棋的。他实在是搬之前先连搬了一下，连搬，大家都是有计算力的人。连搬猴出去。就这个接完了之后连搬了一下。他在加的时候，你加我说他先连搬，因为连搬如果你现在吃走，那也只有猴吃也不吃。这我力直接力死了。对，他就觉得滚包有力。先搬到了，搬到然后再粘上，他虎的一样的。就等于说度过拐了一点。这就精彩了啊，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杀气是个什么情况。这就是直线的这种计算嘛。然后就铺。铺完了铺。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收呀。这正常收气啊。原来是这样。黑的这时候就不提了嘛，因为提不便宜啊。这不就死了吗？死了怎么就又死了呢？这。我怎么又死了？我至少是个打劫吗？你扑一下。我搬也行，我打劫还不让我打劫吗？哎呀，搬是不是也能打劫？人不能太贪心啊，对吧？是。这不是缓气劫吗？打劫，对，缓气劫。那缓气劫不好。对黑棋有利的缓气劫。那为什么不打缓气劫呢？
那是不是因为我走错了呢？我没有走错。你就说了我口气。我没有走错。那你说我那就是黑棋有利的环气劫的话，劫财在哪里呢？怎么感觉还是黑棋的劫财多呢？现在上面有劫。不是白棋的劫财没有看到，主要是。对啊。那黑的为什么不提了呢？哦，黑棋为什么不提呢？哎，等一下。棋如果说完你不加这个，你挡这个是我脚死了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死了。哦。哦，对呀，我已经尝了一口气。这被收一下死了。哦，我刚才真的是算计算很有问题啊。我这还是有点复杂的。我刚才竟然从这边开始算棋，然后我发现怎么这黑的脚死了，但是就是说那白棋确实很想扑这一下，不扑这一下他觉得不肯是吧，就刚才白棋不扑直接收完一挡，不是黑的已经死了吗？但这样哦，这样不一样，这跟这个不一样。对对对。差了一口气呢。差了这边的一口气，但是脚上是什么？脚上我就有手段了呀。什么手段呢？扑呀。哦。我插了这一口气，脚上不就不一样了吗？那计算还是很有问题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，这我这还有个子儿啊。我粘呀。啊，这样。那也没死。对。但是也是个对，这是对白棋有利的解。对吧，而且你可以这样之后我还可以先压你两下。黑的话就不太行。怎么变成了白棋有利的劫呢？哦，搬你一路不是我有利吗？我不是可以先立吗？你先不是这样子。你先立，我走这个，然后你扑。我再扑。还是个怪劫，还得跟那边打。黑棋有利，黑棋有利的劫。对，那如果全局从劫财筛来看，是不是还是黑棋会好一点？黑的那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劫。哦，也难讲。不，但是问题你这么下，白棋劫可能也轻了，因为白的外面能便宜好多，白的再压你两下什么的，局部打劫，他可能不肯，他不肯就被白棋便宜。所以当白棋他没提，他没提，因为提毕竟是一个里和外的交换，你提白棋走上面，这个交换可能不见得便宜。他直接扑进来，直接打劫。扑这个就是打劫了嘛。哦，他这个好，还是你提这这儿先被收一下进去。他这个不是好不好，他这明显是另外一种，这就是直接就开了。他这个直接就开劫了，而且白棋先手提劫。那黑棋的劫财就黑棋就管嘛，他想好了，好刺激。实战就是一个超级大转换。这种棋我觉得在实战当中进行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白棋在消劫前还压了一下，压了一下，黑的还顺势打了白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脚上就留下一个活棋了。对，但就没让白棋一手棋补那么好。打了一下之后还是要长，然后白棋消劫。这个转换怎么样？那一时半会我哪知道怎么样。黑棋还拐了一下。这个感觉。黑棋先拐。拐了一下。拐了一下。这样的话本来等于白棋补的话直接补在这儿了。对对对。而且你拐不到这一下。你拐我直接就粘了。这样的话给多留下点味道。对，打一下是对的，很细腻。打一下是比较细腻的。然后顶。白棋虎黑的是拐头。这个确实。这个转换。怎么样？现在看这个可能还是这个好。现在是目数比较重要。怎么样，不知道怎么样，黑的吃的也很大。而且我感觉这个劫是黑棋主动挑起的，是不是黑的有判断？黑的有惩罚？其实是不是还是很难说呀？这棋超级大转换。搞不清，真搞不清，这得判断好一阵子。这个
大概的目数可以起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嗯，黑的这块大概75目总是有的。嗯，加这个角，黑的是不是有将近90目？嗯，黑的有将近90目的棋。白棋呢？这长一下，先手打住。大飞。嗯，70加这80，80多，也不少，大概80多。嗯，搞不清，这中间算是这到底算是黑棋的后势的头，还是一块孤棋？他肯定不能算后势的头，我觉得。但是黑棋这边有是有头的，这边是有发展的。但他跟这个已经快连上了，感觉中间的潜力。所以白棋不答应嘛，白棋一定要把你这个地方给你搞断。那黑棋还是要把想办法把头整过去。嗯，实际上黑棋是确实选择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，白棋把它断了之后，黑棋就直接就弃了，就走这边。这断，它太小了，看着不太大的样子。哦，那么白棋这个时候是这手棋比较大吗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搬两下便宜能不能飞呀？哦。一定要让黑的连吗？但不要走得那么清楚，自身有一点点有点怪道，确实有点怪。这边顶一个，这个棋形好像有一点点吃不消。所以你看，黑的当后势在用啊。啊，好吧，但这个后势也随时准备弃子。可以弃啊，这这个因为它没有什么虚孔，就是7个子14目。对，哎，那这么说，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确实小了，不是很大呀。对啊，这边很大呀。但这边也不知道怎么走，这分寸掌握在什么地方。实战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的定型啊？因为走完之后就是非常明显的，白棋吃到这个啊，尝了一下，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白棋吃的感觉没有黑的围的大呀。你说得搞这棋，如果白棋不搞，白棋这大亏。黑的如果这全是空，白的走远了。就刚才我们可能点目点目，这突然黑的长得比白棋大多了。对，白棋这个几个是杆子吃了，是这个转换不行，所以白棋得拼了。白棋搬，找点味道。我是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小？这几手棋就损了，就但本身搬，如果说用不上这个味道的话，其实本身是损的。他怎么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拼搏的一个状态？本来我觉得形势很难说嘛。这已经是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说这一定不能，这可能像是胜负手。总之，这个白棋在这一半，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下法是，他是先捞了一笔，然后跟你拼。对，把自己搞得很被动，就是也是也不是，反正就是搞出棋了，他可能就赢了。那你看哪种棋啊？要是黑棋围上这一块的话，其实就这边如果能就这个角围住，然后围住这块，它还是不便宜吃这个，对吧？角围住，然后再围住这块，那我你活在这儿吗？你活在这儿吗？那跟没活区别也不大啊。好吧，他都已经往角里搞去了。这个反正就比较乱了，这棋。这什么呀？这是黑棋跳。这棋不能挡，挡被搬了一虎，这打劫受不了。因为这棋打劫的话，白棋明显死子都是劫材，黑的没劫材。但是看起来这个地方黑棋好厚啊，这个白棋怎么样去腾挪呢？不可能光脚，它还有外边。感觉这个白棋应该是进入读秒了，这下打显然是。我不太相信伊林涛读秒了。那他没事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去打那个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，肯定是为了这个有一次一分钟的延时啊。他在中间靠完，然后这，你别说白的这个撒豆成兵，这等完一再一顶。可是你兵都兵在别人厚的地方，黑的全硬住。对。你这个地方的眼位也很尴尬，没啥眼位，就是你对你这也没眼，你得打得断掉才能保证联络。眼是没有的，而且黑棋冲一下，你这两下都得马上走掉。只能说是搞黑棋吧，这棋。再搬这个。搬完一坐。非常神奇。这我感觉我可能想踢他。
嗯，应该是踢吧。看一下。对，你的感觉还是对的。我第一感应肯定得踢，因为不踢白的就打劫活了。对。但黑棋局部灭眼的最好下法是踢，踢还能威胁你上面的联络的厚薄。嗯，一般杀棋的时候都是尽量不要给别人对更多的变化和利用。就搞了半天，但总感觉白的好像希望渺茫啊。是，主要黑棋中府确实挺厚的呀。没看出有什么路的。嗯。连扳。下面反正是没有眼。连扳。连扳，连扳是什么意思？如果黑棋打这个，它粘上，是不是有可能会出事儿？那感觉打好像是的，打错边了吧？啊、这个如果黑棋补这一长，这杀气谁都看不清了。不，就杀气来说的话，你打上面白的气会短很多呀。打这个，嗯嗯，这样白棋连不回。这样的话，你退我可以吃。不存在杀气。杀气是不是还是？没有杀，哎，有杀气吗？没有吧。搞一搞，想办法把这连回来。但这样白棋气会短很多，肯定是。你看，他是有搞头的。我这第一感觉，我感觉我能把这连回来吧。这个，我觉得我头有点大。我就是因为他搬一个是先手嘛，这会有 low 对不对？我提，我杀棋一方，我要把棋走得干净一点，不给你任何借用。嗯，我就等。嗯，你靠不住。还是说我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。好像有点味道啊、哦！你尝这个，有点怪。你什么都要啊？我，那、你真的是什么都要。嗯，搞不清，搞不清，不知道，可能死了。啊、搞不清。哦，棋呢肯定是黑棋主动，白的可能是试试看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，好像是不好走余味哈。实际上黑棋选择拐的，嗯，拐倒也是可以呀、啊。这个白棋扳，对，我就想问扳呢？嗯，硬桌就给你回来呀，我刚刚说了、白棋就回来了。No， 你这杀气跳进去。啊，这个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又得重新算了，这个棋。是算是算，但柯洁就觉得自信，就是算了一下，觉得黑棋气应该长，黑的往里跑嘛。嗯，这肯定是算了，凭感觉啊、嗯，这不能凭感觉吧？那这个跳，我觉得确实也是很难捕捉啊，这步棋。很简单嘛，你不能吃我呀。对啊，那我那我跑得快啊。你就也不怎么办、你先看上面怎么办。这上面如果被黑棋走过来，白的好像气不太够。嗯嗯，我如果说点呢？哎，点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这种操作，点我一挖。啊，我知道你要挖。哦，好像不对呀、我如果打，哦，这么帅，我死了吗？你是故意的吗？不是故意的呀。那算了，我上面没有气，提先手没有气。故意的，不像行吧？不像行的样子吧？不行。这个地方看来真的是黑棋这步跳难倒我了。我就是在长气，你我也不知道局部怎么想。白的也去长气，白的也去长气。我还这也没看清，但总感觉白的勉强。你以为我跳了，随便跳了一个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实战他跳的。哦，走这个，然后冲过来，拐过来，然后呢？再冲。长气，想办法长气，对、想办法长气。我提，我不给你搂。一粘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然后我再吼。哎呀，怎么感觉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黑棋始终是让你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的。
对不对？嗯。啊，你如果粘的话，我就冲。嗯。嗯，你这个长不出更多的气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口气吧，大概这黑的就要长出六口气以上。放眼望去，应该够。这么快就得出结论了？放眼望去嘛，啊，放眼望去的第一感吧。好吧，看来白棋这个跳很好的一步棋啊，这还不错嘛，确实不知道怎么样去紧他的气了。嗯，感觉跑得很快。嗯，对。实战是先挡这个。哦。挡这个就是相当于粘嘛，一样的，就等于你粘我拐了一个嘛。啊，哦，对，一样。白棋等于打了一下。然后白棋做这个也。嗯。这是有什么用吗？有用的吗？他是要打将。他你走，他是要求这拐是先手还是什么？拐问题是肯定是后手呀。我拖呢，打完了。我就粘上。我就粘上，就粘上。三口气，你上面就三口气，我行啊，我上面不四口气吗？嗯，我上面走一手，你三口气，我打一下呀。对啊，你除非你扑我。嗯，我就是这样收呢。我粘上呢？那不是三口气吗？那不1、2、3、4吗？我这有个子，那我这不有口气吗？1、2、3、4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说我收一个，你三口气吗？你这个地方能拱住这儿吗？我就是说这得拱住，好，啊，可以拱住。你顶完了拱住是吗？对，就我做眼，如果你灭我眼，我灭你眼，我这地方我就先打一下吧，大家看清楚点。嗯，打一下，然后这地方不，我灭你眼也可以灭在这儿哦。啊，那就说嘛，那我拱做眼，我反正就这个意思吧。对，我打掉。嗯，我就要求拐先手，我也不知道拐先手有什么用。我不给你先手，那我就拖了一级。哎，我这个放到这儿来。哎，我能不能跳过去？你放到这儿来，你赢了呀。我豪着回去也行。你赢了，嗯，对，你放到这儿来可以。嗯，这不对，反正你就可以放到这儿了，你就应该放到这儿了。放到这儿吗？啊？嗯？实战是这个上面黑棋，我们看实战吧。这都保留着没走。嗯。这样是局面是这样的。嗯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没法放到这儿。嗯。你不先顶就可以了。啊，对，你可以冲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还是有点棋的呀，现在。啊。然后黑的怎么先动手啊？打将嘛。打将卖掉这几手棋是不是跟气有关系啊？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实战黑的把这全走掉。嗯，全部打完之后跳下去了。嗯，不杀了，那块棋已经不杀了，放你活了，把中间吃了，把这跳下来，杀你这根棍子还可以。哦，这么灵活。就放这块活，因为他已经把棋筋吃了嘛，他跳下来气肯定比白棋长，把棋筋吃了，他不是灵不灵活，他可能先手便宜，如果说你走，他可能是白的能活。有道理。那你活了之后我回头再杀好了。有道理。这个地方白棋再拐的话已经没有用了，白棋打的时候黑棋可以退。哦，嗯，对，所以黑的先长气。所以对，所以他打直接就退就行。啊，我觉得黑棋这个下的是对的，这好像白的不行。嗯，还有这种想法，这种思路，特别是在这种混战当中啊，嗯，这个棋真的是千变万化，很容易出问题。打掉这一下，对，黑棋现在不执着于杀那块。 先长气是对的。白的是怎么往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这是虎，这是干嘛？他想跟黑棋这块杀吗？啊，还有这种杀法？感觉上不对吧？这个下面。这是在长期吗？断一下，他是有这种想法，好像。嗯，我们跟上实战了。差不多，嗯。嗯，啊，不对，没有鼠标不能用。白棋先把这个做活，也就是说，白棋现在中间是没有问题的，中间黑棋是没有问题的。白棋这么走，就是只是说以后跟他杀气而已，跟他可能收一气，那先把这个做活。就是现在黑棋要把这个吃掉就可以了，但如果黑棋把这个吃掉的话，白棋这一串肯定是亏，亏的有点多。
啊，这怎么活？这不好活吧？看一下，白棋尖一起挡，这应该是活不了的。因为你现在拐是后手，黑棋打，白的这个拐现在对这边上面是后手，棋长，这有啥用啊？黑棋粘，现在黑棋上面好像已经算清楚了嘛，这个杀气白棋不行，白棋虎，黑棋挡住，就这个黑白棋肯定是不行了。活不了吧上面？对，这个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、啊，没了。没了，就是那、黑的粘到这了是吧、对，白棋跳一个，然后黑棋粘在这儿，这中间白棋已经死了。就是这个拐是后手，这块棋肯定是活不了。好像是后面，我觉得其实倒也挺乱的，但是好像黑棋确实是要抓住了重点，要有力一点。白的显得勉强。是不是从这个决策还是有问题？搬了长完段之后再拼，显得稍微有点勉强一些。柯洁这盘棋下的还是很精彩的，这是弃子、大弃子啊！对，因为这盘棋确实转换很多。黑棋似乎都是把控住了这个局势。黑的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发挥不错，柯洁应该这盘棋下来还是相对来说还算是顺利的吧。是的，棋波挺精彩的，双方杀的非常的激烈。对，波澜壮阔的这个地方，这么大一块棋和这么大一块棋的这个转换啊。对，但是柯洁这计算还是很精准，最后也没出什么纰漏，还是把白棋给吃掉了。是的。好局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也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再见。